这么眼熟你瞅着。嗯，不是女孩，哥哥被你发现了。小帅，你俩认识？不认识。姐，她啥情况？没事的呀。这回我接了，我跟你说。公司规定，这不可以，这不可以。这月早饭我包了。嗯？哎呀。怎的了？哎呀，小帅，快去去去，帮我面一下，不行，我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快、啊！咋样咋样，哥哥，明天几点上班？啊，那个你等通知啊，你快回家去吧。哦耶！ Yeah, 我就猜到了，我指定行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瞎激动啥呢？哎呀，你不懂，明天我们就可以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压马路，想一想。你面试没过，没通过，看看。你没通过你面试，傻了吧唧呢这。啊，等等。啊？你咋骗人呢？这不通过了吗？哦、这笔不是没油吗？哎，看，叉吧，看。你欺负人？谁欺负你了？你自己面试没过。就你欺负人，你假公济私，你公报私仇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上班啊？哥哥，这是让你体验一下现实社会的毒打。